那天中午在一起的。他好饿哦、喔，他一直吃哎、欸，太狂吃了。他啃超啃的，比外面那一只还要快。那超饿。这个是应该是。太狂，太狂吃。那这很像光头哥的感觉。好有人，哎、欸，你这样揍回那一只。看来看这样子吃进去，真的很像。我忘了，我怎么？你是说哪一个？你说如果你开两只，翻身的，没有，也不动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他转身到，哇，他要转过去，但是，没有，就比优质好吧。那不是会点价？哎、欸，不会，滚下来再爬回去就好。我你妈，谁？那一只这样够吃吗？后面还有一只，对啊，那个吃超爽，我有个八只，我也觉得有个八只。那那一只起来，那一只起来，你看我怎么可以吃？这一只是人吧？应该三只还是吃哦？哎，可是为什么没有？那一样继续吃。我是妈妈。好爽哦！哈哈，不然刚吃东西，我发现我居然在床上吃东西啊！我们是，我在床上吃东西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吧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现在在床吃东西吗？我在床上吃东西，真的假的？我回去也是吃什么？我只要订不回答，我就可以了。不回答。
你就变干脆的变成。那洞口有人讲吗？我要去购物一下，不是原装。